널 사랑해난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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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사랑해언제나꿈꿔온순간이여기지금내게시작되고있어그렇게너를사랑했던내마음을넌받아주었어好，最近我回韩国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就是除了隔离和在隔离的时候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就这个都是我今天刚刚拿回来的一些东西，刚刚买的。这个是一个 Taiso 的一个这种小布包，然后买了一些口罩，买了一个最近很火的这个维生素，这个维生素我是先买了一个7天的准备试试看，还买了一双筷子，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嘛，所以原本的那种木头的筷子全部都没掉了，所以我就把那些木头筷子全部扔掉，买了一双新的这种不锈钢的筷子，买了一包这个低卡的果冻，还买了2个修眉刀，还有一个这个蘑菇的种零食吧，我没有吃过，所以我就先买一包尝尝看。还买了一个这个高丽银丹的维生素，希望可以补充一下能量吧，就增强一下抵抗力。买了一个这个火腿肠，据说这个火腿肠特别近似于国内的火腿肠，所以我就买了一根。这个也是在Taiso买的，买了一包这个替换装的洗手液，然后还买了2包痘痘贴。前两天 Olivia 在搞那个大促活动的时候，我也买了一包，然后今天又去买了2包，然后又买了一些面膜。这个是一个什么最新款的面膜？这个是一个最新款的面膜，我也没有用过，然后这次就先买了一片来试试看，说是鱼腥草的面膜。还有这个是起泡泡的清洁面膜，同学推荐给我，然后就买了2片。然后这个是我一直在回购的，前两天大促也买了好多片的，就是这个美迪惠尔的黑色的这面膜，我觉得补水效果还蛮好的。还买了2盒这个 Lancome 的日抛，因为疫情之后我用美瞳就用的比较少了，月抛的话感觉也没有那么卫生，所以就买了2盒日抛。然后买了2盒 OnePlusOne 的这个月抛，因为这个特别好看，所以还是买了2盒这个月抛。这个颜色就是特别好看，就是这样的。这样的2个花色，等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试戴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前两天大促买的2样东西，这个水杨酸棉片真的超级好用，因为我戴口罩之后就会闷闭口嘛，用这个水杨酸棉片真的巨好用，就是我是一般鼻子还有下巴然后还有额头这边会就是给它湿敷一下，然后再把它擦一下，就感觉脸特别的光滑，而且这个浓度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那种。敏感肌的话可以先在耳朵后面测试一下，如果不过敏的话就可以用。还买了一个这个 SOE 的这个精华，这个补水精华就是还好，如果有别的更好的选择的话就可以不要买它，如果只是想买一个普通便宜的补水精华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最近还买了一个这个 OSOI 的月牙包吗，还是饺子包，我忘记了。这个包的容量还是蛮大的，像我的12 Pro Max 也可以放得下，消毒液是必备的嘛，气垫、腮红和散粉都可以塞得下，才放了一半吧。这个包的容量真的超大，超乎我想象的那种大，斜挎也可以，然后把它收缩起来之后，这样就是手提着也是可以的，就是超级可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紧去买吧。
超可爱的。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超级快速的结束了，然后那就这样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